新学司仪永明会友，尊敬的聚花林华语讲演会创会会长李崇海，尊敬的聚花林华语讲演会顾问，非常感谢聚花林俱乐部董事陈才群报效今晚的晚餐，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爱心满满的董事陈才群，谢谢您。各位会友和嘉宾们，大家晚上好。好，我是今晚的司仪邓秀兰，感谢大家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出席今天晚上聚花林华语讲演会第114次例会。今晚的节目分成上下两场，上半场开始先由戴会长致开会词，接下来是备稿作业，过后是15分钟的休息时间，下半场由即席演讲、作业评论和语言评论总评论，最后由戴会长颁发彩带和致闭会词。现在让我介绍今晚担任职务的会友，他们都是我们本会的会员。担任登机交流的是美容兼形象顾问美丽之星的创办人林安娜会友，技术经理是美丽大方热心肠的钱财正杨燕兰会友，李冰师是经验丰富的专业摄影师黄永明会友，担任技职员的是可爱可亲乐于助人的黎文顺会友，担任五音追语记录的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吴伟香会友，谢谢他们的付出。由于我们的资深会长临时有非常重要的工作分不开身，今天由戴会长来致开会词，我们祝福资深会长工作更上一层楼。现在有请最资深兢兢业业最有资格代表会长来发言的黎文顺戴会长致开会词，掌声有请。